来，休息时间让各位看一下我的 Wilson Combat 的这个握把，可以看到它的条纹是跟一般的那个 P320 Sigma P320 不太一样。好，那这边有写几个字啊，Beverly Line AR USA，哦，产地吧，然后这边就写 Wilson Combat，好，Wilson Combat 这个。哦，那买来的时候我就自己装。那它原来的枪是没有这种保险的。好，那一方面是我的保险，我觉得它很难拆，它那个尺寸0.89的一个 Allen key 哦，六角内六角，我几乎没有那种东西，很难拆。干脆我就自己把它改。好，那改的时候你就必须在这个塑胶握把来挖一个槽，跟原来的 VFC 的握把槽是一样的位置，一样的深度这样，好，就可以改进它的这样子。好啊，所以现在握把的话，它优点是它比较瘦，你可以看到这地方是有凹槽的，好凹槽的。那另外一边也是，好，那买的时候它是已经有附好这个卸带钮的按钮，所以有多附这个就比较贵一点的哈。那你看这样子，然后它的释放是蛮快的，但是回去的时候因为比较松，所以有时候可能会顶到这个弹夹释放钮，会比较不顺。好，现在顶到，好，就打到了。好，那装上去之后，当然你会怀疑说，它的一个弹匣的一个位置啊，会不会跟上面的上枪身的气密会有影响到？好，我们现在打一个看看。好，就这样短拍一下，好，拜拜。